饰演步太，很开心啊，在现场或者是在化妆间，大家都管我叫公主，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。这是茉莉，石宽就很忠犬，很忠犬的一种角色。步太公主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但是她内心很坚强，然后很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很爱石宽，她最大的希望是人族和妖族能够和平、自由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在我心里，你始终都是安欢。对公主的感情还有对于御妖国的感情一直很恪守在心，然后也不会随便的动摇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时候她就会挺身而出，是朋友或者是爱人的靠山那种感觉。阿宽忠心公主，至死不悔。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公主对石宽那种纯粹简单的爱，然后和石宽对公主那种守护、保护、陪伴的爱，很打动我。他们俩相爱，我觉得是必然的。无论从两个人的性格，还有对彼此的在意度，还有他们俩的经历，虽然中间隔着人和妖之间身份的差别，但是爱情就是能跨越这些东西。子晴至死不渝，请保佑我们跨越时间长河，彼此重逢。